我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是胡彦斌老师2008年发行的一首歌《月光》，也是国漫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月光》。自己理解的或者是一个新的版本的月光，应该说不定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原版在很多人心中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嘛，然后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去复刻，所以我觉得可以唱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版本或者是一个风格，也算是一个歌迷开心的事情。渡过情关，谁也敢安闯。月光这首歌在选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一首很难唱的歌，它里面所有的转音啊，或者是所有的，因为冰冰老师的歌很难唱的有一点就是冰冰老师自己的风格有一些，然后里面的技巧都很难，然后又很流畅，要去做到不突兀的用技巧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月光这首歌冰冰老师也说是算是最难的歌里面的之一，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冰冰老师很多歌都很难然后第一次听到冰冰老师的歌当然是红颜啊，当时好像是很多人在传，因为我们当时是班里吧，很多人在传冰冰老师的那一张 CD 就红颜，大家就都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风格的歌曲，或者这样的唱法的一个歌曲，然后尤其是那个声音一出来，青出旧味，一下就哇，好不一样。因你卑微谁，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你是英雄就不。不记得词了，反正就这首歌，听的冰冰老师最多的歌。我们俩不相见，因为我不停的去确定那一段是真的是这样按照歌词唱的吗？所以听了很多遍。这一期是过年的时候播，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的休息，然后可以吃好吃的。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回到故乡，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应该是很放松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吧。当然它有的时候可能会附加很多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掩盖掉那个回家的激动的心情。反正我就是回到我小时候长大的城市，就觉得好又陌生又熟悉，因为城市发展的特别特别的快，已经不是我之前那么熟悉的贵阳，但是那些熟悉的吃的呀，然后我又发现就是贵阳有一个新的修的一个小吃街啊，如果你们去了贵阳一定要去青云谷小吃街，那里实在有太多好吃的了，而且那里又很就改的完全大变样，而且那里有很多就是非常本土的非常好吃的小的吃的都是在那儿，就是可以说是最好吃的
各个品类甚至都在那条街可以找到，虽然它有很多重复的品类，但是非常经典的、很本地的、非常好吃的，在青云路找到。这次回去我就吃了很多，太好吃了。然后可以见到很多想见的人吧，想见的同学、自己爸爸妈妈、自己的亲人，应该也是开心的事情。当然也难逃不了一些比较头疼的话题，但是它还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呀。很多人就在外地过年，那就是很多，可能有很多因素吧。但是我觉得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步的，然后照顾好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要好好照顾好自己，要为自己喜欢的人、喜欢你的人、自己的亲人、朋友照顾好自己，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有利最重要。对，然后祝大家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的每一天都天天开心耶、兔年大吉呀、吃麻麻香，喝啥啥润，新年快乐，拜拜。好春光不如一场梦里青草香，你把路上的声唱，看见白云青山绿水，爱的清风吹斜阳，一千年年年花开放，天天好时光，来一次梦想也匆忙，笑风的亮地与天堂，爱和春的灿烂脸庞。我开始有点像地主的心，时间走却太慢，想要看到你真的一切的心脏，不再是自己无恙。大的爬爬山，太大了吧！这个在我手上写的大吗？啊！这个大到离谱了吧？